Hello，今天我们吃香喷喷的咬鸡，开始吧。先拌个大腿子。肉质鲜嫩饱满，一口下去满满的汁水。自己调的微辣超香的。今天点的是原味的，上次香辣的太辣了，真的。一大块鸡皮太好吃了，油脂都烤出来了，不会腻。今天我们吃酱猪蹄，开吃吧。软乎乎的猪蹄真的太爱了。轻轻一嗦溜就脱骨了。一大口丰富的肉香酱香，太美味了。差个点萝卜。今天吃的太满足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吃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吃什么？评论区见，拜拜。